大家吃一口。来来来，亲爱的。嗯啊。好吃。嗯啊嗯啊嗯啊。你平常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了？很可爱啊，就我延续我们刚刚的这个氛围，就一直在闹闹。哎、hey, 欸，没有光，好，没关系，光点不用，我这样这样这样。啊、okay. ，哇，你好聪明哦，好厉害、哦，平常就有在吃。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什么，有人说紫红头毛好可爱。闭嘴，我是酷。啊，今天是儿童节哦，儿童节快乐！好好孝顺哦，有有有，孝顺父母亲。然后不要看星星大小事。为什么要这样攻击我？哎，我觉得我在这里都被两位攻击跟排挤。这是一定是有理由的。对啊，这一定有理由。原因。吃三明治，我不行。叶星辰就是，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？我就是被任何事情夹击的，哇，好亮，三明治。你呢？我就是三明治男孩，不是三明治女孩。Two， 对，我们是一个女孩。那你呢？你是我们的队长，说说话。我个人就是三明治。三明治的爱好者，把每个人都吃掉。对，我们的女团没有兴趣啊？我们是女团，我们是女团啊，我们是三明治女孩啊。我们对，然后第一张首张专辑是三明治女孩的逆袭。阿贝的笑话，这些都不入镜，这样阿贝讲笑话都这样子，阿贝讲话好笑的。好了，我们讲一下今天在干嘛。好了，我们在等四月十五号三明治女孩的逆袭，在哪里可以看？台视还有三立都可以看啊。哦，对了，大家现在应该在放假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感恩，好吧？因为我们没有放假，我们很努力的在拍，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看四月十五。然后大家放假愉快，拜拜。不要看哦。不要。你不要一直拍，好好听你。Go go， 可是打人。